我们成功了，阿努布拉克！王灵大军已经整装待发了。向您致意，阿尔萨斯国王。您到的正是时候，伊利丹率领的纳迦和血精灵已经部署在了冰川脚下。 怎么会这样？锁在冰封王座中的，曾经还有那把符文剑，双指哀伤。我把它推出了寒冰，让它找到你，再指引你找到我。它完成了使命，而且灭顶之灾即将降临。 我的创造者，恶魔领主 Qjiden 要派人来铲除我。要是被他们抢先抵达冰封王座，就彻底完了，天灾军团将灰飞烟灭。别磨蹭了，我把残存的力量全部赐予你。 时间紧迫，阿努布拉克，我们得赶在伊利丹前面进入冰封王座。王座厅就在峡谷中央的冰封内，只有激活周围的四座魔法方尖碑，才能进入其中。伊利丹的部队已经在两座石碑旁布下了大军，我们必须击退他们的部队，再重新激活方尖碑。 很抱歉打扰了您的冥想，主人。我们的大军已经就位了。一旦打开王座厅，我们就能兑现承诺，摧毁冰封王座了。胜利的时刻终于要到来了。今天就是天灾军团的末日。你听到了吗，阿瑟斯？你们完了。 伊利丹总是对天灾军团口出狂言，该让他也感受一下死亡的恐怖了。我永远忠于冰封王座，忠于，双之哀伤，饿了。 只为侍奉您，终于，我的鲜血该洒向何方？我的命运早已注定。我死心塌地，召唤完毕。您有何吩咐，主人？如您所愿。 我召唤完毕。您有何吩咐，主人？我的命运早已注定。召唤完毕。如您所愿。
我已经不中用了，老国王，你应该乖乖躲在地底下的。召唤完毕。我尊重您的诅咒教派伺机而动。遵命，大人。愚蠢的亡灵，这座房间被属于我。升级完成。我的命运早已注定。召唤完毕。塌地，我无法在此召唤。召唤完毕。如您所愿。召唤完毕。升级完成。遵命，大人。如您所愿。召唤完毕。升级完成。遵命，大人。我的命运召唤完毕，召唤完毕，这才像样。像样。我听到了召唤。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。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。啊，终于，终于。你好，阿泽斯。你看起来不一样了，伊利特。我猜是古尔丹之炉让你吃不消了。我已抵达第一座方尖碑，得花点时间才能激活它。在此期间，我需要保护。到了攻击，助我们渡过困境。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。这座方尖碑已经启动了，继续推进。方尖碑激活了，而且归我们控制。
不过伊利丹应该不会坐视不管的，我们得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房间碑。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，双之哀伤。这才像样。激活了一座方尖碑，双之哀伤饿了。我听到了召唤，三座方尖碑已经启动，只剩下最后一座了，举起吧，我的战士们。这才像样。天灾，冰封王座是我的，恶魔，让开，滚出这个世界，不许再回来，否则我等着你。我发誓要夷平这里，阿兹斯，我必须成功。白日做梦。
话。